影片可能不适合你，影片的风格可能嘲讽了某位 YouTuber。 如果不喜欢看的话，请你按个赞再离开。偷偷告诉你，一定要把影片看到最后，因为后面有这一个人就是小康，而另一个人就是小明。喂，现在九点了，六点六个字，出多六点，哇，六六六哦！喂，走了，去飞摩托。不要哦，再给妈打坐，就惨不了哦。我会飞坐了啦，只是你长得像样衰，才会被坐罢了嘛。喂，从这里去 KL 几分钟啊？从这里去 KL 啊？从这里去 KL 大概要一粒钟左右这样啦，我觉得。哦。喂 ，I tell you 啊，那边有个 promotion 嘞。有咩？那个 promotion 很歹嘞。是咩 ？Buy one free one 哦。真的咩？我没有地步你啊。到地步。我们抬头望天空，星星还亮着几颗，我们唱着时间的歌，颤抖的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因为我感冒喂 ，I tell you 啊 ，that day 哦，我挑战韩国拉面 double spicy 的嘞，我完全没有喝水，你知不知道？西北辣啊，我是不是很够力？是，你很够力，才怪！我昨天叫你今天带东西来，你今天竟然没有带来，真是给你扎到一下。去个厕所，屌不能动我电脑哦。是啊。哦。原来是跟 Fucking 哥呀，怕脱鸟啊！妈的，我叫你表了那么动，我电脑你就动。哎哟，怕脱了就讲嘛。你不要给我，我一粒不给你哦。OK， 影片就来到最后啦。为什么要把影片看到最后呢？没错，我有一件事情要宣布，如果这个影片破100个赞，可惜没如果。如果这部影片破100个赞，我就会拍第二集，没错，就是也是这个标题啊。虽然100个赞不是很多，但是对我来讲哦，是很难的。所以想要看第二集的你们，就记得按个赞。嗯，不错，按赞，按赞，按赞。那么如果你还没订阅我频道，记得按个订阅啦。See you. I'm not the one who's seen that.